六七十可能还行，真到八十那我估计就够瞧的。八十，没问题啊。行嘞，谢谢您吧，借您吉言啊。啊，但是你说真，我八十了，他比我大四岁，八十四，八十四，他正好是。咱就不强调这坎儿了，行不行？那倒不重要啊。你我八十，他比我大四岁。到那会儿，我们说我出去演出去，是家里的孩子也得拦着，不让去了。那可不呗啊！你这儿子就得说我，这别出去了。嗯，那么大岁数在外头演出去，去我们不放心。对，怕出事儿，得拦着。嗯，您家里也得拦着，都不让去。您那个儿子郭小宝是吧？郭小宝叫什么？别往下说了。鱼姓鱼，哎，姓什么不吃饭是吧？那不行的呢。您的儿子也得拦着您啊。是，别出去了啊。这个岁数，今年您八十四，对吧？您今天是坎儿啊。我用他提醒我呀，你要在家里的好料理，你出去上哪儿找你去？是不是？我非死外头是怎么着？孩子一份孝心呢。啊，这叫孝心。俺的儿子疼他，是，这不是又该做体检去了？那倒是，他最出头上医院。嗯，不爱去。我不去。嗯，那会儿您儿子就得急了，是吗？给医院打电话接您去体检去，非去不可。孩子一片孝心呢啊，给您送医院去，回头还得给我送信来啊，得告诉您一声啊，是通家之好，你不告诉我，过后知道我能翻脸啊，真急呀、啊，对不对？嗯，您儿子上我这儿来了，嗯，他来的时候我中午刚吃完饭，哦，我得躺会儿，那叫午休啊，我正睡觉呢。嗯、哎，这谁那、这个您的儿子进门了？哦，哎，一进门看见郭麒麟了。哦，在家呢啊，大哥，郭麒麟看看他。哦，老二回来了，怎么个排行啊？这是啊，这这么闲着啊啊啊！您没拍戏去？哎，天不好，不爱去。哦，正说着呢，嗯，郭汾阳过来了。哦，就我那小儿子是安迪过来了。哎呀，二哥来了，都知道这个啊，我来了。哦，那个咱爸呢？对，等会儿。咱爸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显得那么亲切，哦，显得亲切。哎、咱爸那儿去了，嗯，老头睡觉，哦啊，咱们喝点吧，还喝？哎，开开酒，炒几个菜，嗯，哥仨坐一块儿，连吃带喝。你瞧，等吃的呢，我打屋里出来呢。您睡醒了？睡醒了啊。嗯、哟，嗯，二的回来了。你们这一家子排的顺序不错呀，这个。他赶紧过来了，嗯，我要跟您说点事儿。说吧，谦儿大爷住院了。回来就别往下说了，怎么谦儿大爷了？他第三人称嘛，都这么说嘛。跟我有什么第三人称的呀？我说什么病？不是，就是体检啊，体检也不行。是，你们仨别喝了，嗯，赶紧弄车送我上医院，我看看他。哎呦，您要探视，不放心，真好。哥仨开车送我上医院瞧您去，真好。到这一瞧坏了，怎么呢？电梯坏了，上不去楼。您在十二楼。还挺高，这仨小子，咱回去吧。别看门也没有，嗯、扶着我爬楼梯，十二层，您要爬上，我得看看我哥哥，多好啊！你仨搀着我，哆里哆嗦。哎呀，八十岁的我，上十二楼，非看不可。终于到十二楼了，嗯，这儿写着呢，嗯 ，ICU。我不是体检吗？跟我弄 ICU 去了，因为这个医院跟咱都是对口单位，是吗？给您本来啊办的那叫那个 VIP， 那多好啊！我加点钱给您改的 ICU。嗯，我用你啊！我打开门，嗯、于老师在那儿躺着，一身都是管子呀！我瞧出病来了，这我眼泪都下来了，是吗？把这仨推开了，嗯，两步到跟前看我，把管子都拔了。这就我去你弟！干嘛？现您这杀人来了是怎么着？见不得于老师受苦受罪哦，早点死就好了。哎、拔管子干嘛？哥们儿，这份心思啊，对，对我好，要八十。真到九十了，你让我拔管子，我都没那个劲儿了。您八十都拔完了，我就活不到九十了。哎呀，真到九十啊，真到九十，咱俩连矫情的劲儿都没有了，就不正经了是吗？哎呀，我九十，你就九十四了，可不是吗？小一百了，你奔一百去了。对对，那会儿咱俩人活着就是胜利。哦，只要活着就成，咱能干什么？顶多比如上午天好，嗯，给咱俩搁到院子里边坐会儿吧，晒晒太阳，可不就这个呗？啊，也是，看看树枝的小鸟哦，跟前有条什么小溪啊、小河、金鱼池啊，还有水，看看鱼啊，闻闻花香，嗯，也就这个呗，这就不错。咱俩跟这一坐，对吧？是多啊。一会儿嫂子过来了，哦，那你媳妇过来问，是那个喝点什么呀？
这都得伺候着了。我说嫂子给我来一杯冰可乐。好家伙，这岁数嫂子就得数了我啊，90你还冰可乐，你是要疯了你啊。没错，来杯温的柠檬水，哎，养养胃，也就这样啊。嗯，待会儿嫂子又来了。哦，水果要什么呀？吃点水果。我说冰箱里有大西瓜，切一半给我来个勺，我自个儿款着吃。这是玩命的。你这拉倒，不要命了你啊。嗯，来一片苹果，来一个荔枝，嗯，好不好？他都得控制点，也就这样了，嗯，啊，一会儿到中午了，中午吃什么呀？嗯，我说给我啊蒸一块鱼，要一个土豆沙拉，哦，来一小碗啊这个小米粥，嗯，就行。是，嗯，哎，他可半天没理我了。啊，他是这样啊，您说说，你已经丧失了语言功能啊。我怎么就丧失语言功能？10年前一次医疗事故啊，你不会说话，哎，那就不理我了。也问你了，你没搭茬，我们认为你不饿。好家伙，我就饿一上午。哎，一会儿到下午茶了，嗯，问我要什么，我说来一杯红茶，嗯，要一片小饼干。是啊，水果有点也行，没我也不吃。哦，就聊会儿天儿。是，待会儿天黑了，问我晚饭吃什么？晚饭，我说蒸一个苹果。嗯啊，有牛肉呢，切两片就可以了。你瞧啊，冲一个鸡蛋，别的不要。哦啊，哦，嫂子她吃她的，嗯，我吃我的。哎，吃完之后天就黑了，我们俩在屋里看电视，啊，还看电视。沙发，我坐沙发上，嗯，看电视啊。哦哦，这有一壁炉，嗯，哎。嫂子坐那沙发上织毛衣，哦，我们俩这沙发必须离着稍微远一点。为什么呢？男女授受不亲，还挺好。那是。哎，我再问一句啊，这时候我在哪儿呢？你还在院里那轮椅上坐着呢。嚯，没给我推进来呀？不是，因为中午之后外边下暴雨了，我们怕出去衣裳湿了，所以就没管你。那我就一直在外边着着，你也没喊，我们觉得没事儿。哎，这好。下次要再遇上这事儿啊，麻烦您一档子事儿。什么事儿？您别忘了给我推河里去就完了。你们俩这事儿我就眼不见心不烦了，你说好吗？你看你看啊，这人他没劲就在这儿了。废话是吧，他老憋着归我，你是谁呀？话虽如此，但是不希望老了那么快。那倒是，尤其谦儿哥，我们合作半辈子了啊，有谦儿哥在我旁边，我是最踏实的。过奖，因为我们了解自己，咱俩也干不了别的啊，咱俩也就说相声，啊，对，咱俩人的命就是说相声的命，哦，说相声的命，人生在世就这俩字儿，命运，哦，这俩字儿，哎呀，命是命，运是运，哦，还分着解释，命是不动的，嗯，运是动的，怎么讲？命就是出场设置，哦，哎，你一出场就告诉你你是说相声的，你唱快板的，你唱山东快书的，啊，哦，就这一辈子就这样，这改不了，这是出场设置，哦，运是活的。怎么个活法？哎，一动一静来回转，就跟那八卦那阴阳鱼似的。哦，这两条线会左右人的一生。你看这个，各位啊，这不是封建迷信，哦，啊，人对宇宙的了解顶多到5%，不多。哎，天下很多事咱们其实闹不清。嗯，你不能一句话，这封建迷信，其实并不科学。哦，啊，你看有的人命好运不好，有的是运好命不好。哦，这么讲呢？你看，比如命，于老师命很好。啊，命好，一老生这个大户人家，嗯，吃饭都是黄金的碗，嚯，黄金的盘子，翡翠的筷子，哎，就可以了吧？太有钱了，这个命太好了，没问题。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您被拐卖了，你卖到非洲赞比亚，当地的美食叫恩西玛，恩西玛就是棒子面熬的粥啊，我喝棒子面粥，金盘子银碗，喝一辈子棒子面粥，那管什么呀？所以命好运不好，哦，这也不行，要说咱。运好命不好，这个怎么说？你看，比如说您运气最近很好，哦，美国洛杉矶地区要选一个华人的领袖，啊，那好啊，啊，嗯，洛杉矶要选一鸡头，对啊，去，没听说过，那不叫鸡头，那叫什么啊？那就是领袖首长，就选一个啊，选一负责人吧，对呀，哎，那么些个华人最后选的您，哦，我当这个了，您这个运好不好？好啊。运好啊，是是是，哎，定的是大年初一您上任，好，年30喝恩西玛撑死了，哎，那我这命运都不怎么样啊，我这运很好，选上了，哦，但你撑死了那是你的命不好，
哦，这是出厂设置。所以天下是命运这两个字很难说。哦，有人跟我聊天说爱抬这个杠，说你别说这没用的啊，是眼见为实，只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就不信。也有这话，大可不必，不必吗？大可不必，很多事情不是必须你看见才是存在的。您解释解释 ，WiFi 您看见了吗？没有 ，WiFi 没有。你没看见 WiFi， 你能说世上没有 WiFi 吗？不行，还用着呢吗？对呀、啊，对。声音你看见了吗？声音看不见。啊、声大声小，有没有方言？是不是普通话？咱们能听见。对，哪位能看见？看不见，对吧？你要非得看见声音，那必须是澡堂子，嗯，对吧？他冒泡啊。您别提这个了，那个不现实，那能闻见呢，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咱得讲理啊。是。古人你也没看见，秦始皇你没见着吧？嗯啊，朱元璋你也没看见，西太后你也没看见，对啊，你没看见这些人就不存在吗？嗯，你这个叫抬杠，对对不对？你也没看见我上你们家去，你怎么知道我去没去呢？这话题怎么转那么快呀、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说相声这个玩意儿有时候就得研究啊。为什么好多人愿意抬杠，愿意排斥一些东西，是由于未知。哦，是因为不知道，人们愿意排斥自己认知以外的东西。怎么呢？你比如说这个地上 啊，天津文化剧院地上有一群蚂蚁在这玩。哦，把其中的一只拿起来，装一塑料瓶里边，嗯，揣在怀里边，上飞机，嗯，啊，我飞澳大利亚吧，嗯，有个地名叫塔斯马尼亚，哦，我飞着塔斯马尼亚，到地儿把这塑料瓶打开了，让蚂蚁在海边玩会儿，看看树。嗯，看看人，看看沙滩，看看景色，嗯，看完了装起来，我还回来，嗯，还把它倒在这个台口这儿，嗯，这个蚂蚁给那些蚂蚁就讲，哦，我怎么进的塑料瓶儿，我怎么出的门，哦，我如何过的安检，嗯，我怎么上的飞机，我到了澳洲，这个地名叫塔斯马尼亚，我看见了这个，我看见那个，他讲完之后，那些个蚂蚁就得活活弄死他，干嘛非弄死他？你说的我们听不懂。所以我们不相信你，哦，就不信这个怨谁呢？嗯，就怨这个见过世面的蚂蚁，哦，倒赖他了。当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要闭嘴，嗯，说多了不成？嗯，就是吗？嗯，你显摆显摆，那就得弄死你，嗯，啊！所以说人生气排斥都是由于这些东西。哦，这主一直啊跟人来往沟通都是用鸡毛信，嗯啊，突然间回头看见卖手机的了，啊，翻脸了。不信啊！他天天吃米饭，白米饭撒点盐就吃，哎，高兴。嗯，回头看见十斤炒饭，他急了。哦，不相信，没见过呀。哦，为什么着急生气？因为没见过。啊，那个说相声的在茶馆里演，一天挣30块钱。是啊，挣完30块钱揣口袋里边。嗯，这听相声这个，您跟我们吃个饭去吧。嗯啊，带你吃饭，高兴跟人吃饭，饭桌上你把那再说一遍，又说一遍，人家给他50块钱。哦，揣这50块钱出门打车。司机认识他，我听过你相声，打车这15别给了，他觉得这就挺好的，免费啊！你这会儿要跟他说，我走带你澳洲演出去，嗯，塔斯马尼亚，他就翻脸了。哦，他翻什么脸啊？这个少编这个没有这地名骗我。嗨，这叫没有，这就是认知的问题，没到位。所以说，好说相声的得是个心理学家啊，这很重要。你看，我给举个例子啊，研究心理的，你看你得研究，不光咱们这行，哪行都应该研究心理，是吗？你哪怕去个超市，你看看人家卖货的那些位，超市的货还有心理学吗？你看这卖肉的，他那个灯老是红不劲儿的，红的是让你看那个肉鲜，啊，嗯，对不对啊？嗯，卖海鲜的灯是蓝的，蓝的。你看那个带鱼那虾老蓝汪汪的，鲜。卖面包的那灯是黄的，黄看着好。哦，啊，对，人物心理嘛。是。哎，这一个架眼上摆的都是方便面，你要买，你买摆后头，后头的前面这排快到期了。哦，买过期了，你上那儿，哎呀，这儿该结账了。嗯。为什么他把那个口香糖什么都摆在这儿了？为什么？人都是有冲动消费，啊，那反正也等着，拿俩吧，哦，你就结账了。口香糖，甚至你跟这儿等着等，一回头，嗯，还有那个平时你不好意思买这东西，啊。您说呀，我这求知欲很强。哎，啊，你看这他搁在这儿啊，搁真在里边单独哈，来一面柜台，哦，摆的都是这个，拿灯照着，你过去好意思挑去吗？哦，对不对？你就得跟这儿等着结账。嗯，哎，你看，哟嗨，你看这有生活呀，你看
哎啊，人售后员也都是吧？好，于老师给您啊，我的呀，好家伙！所以说，说相声他得灵啊，得聪明，你就得研究，这是心理学的东西。是，你看你们出去吃饭去，嗯，上一菜，猪大肠，啊，猪大肠知道，大肠不是什么干净的东西，之前是装那个的。这一说都知道，洗完了切得了炒好，这盘端上来很贵，卖的贵，你爱吃，找个碗啊，这碗很新，也盛一碗那个东西，嗯，盛完了就泼，嗯，几个人就刷就烫，高温消毒，药水消毒，嗯，消毒多干净，再给你这碗你也不会用，哎，还真是，哎，你吃大肠你还吧唧嘴儿，对不对？你看，端一盆水，我跟这洗脚，洗完脚，于老师您洗个脸吧。凭什么呀？你准不干。当然。可是你到了游泳池，你还扎猛子。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嫌一个人的味儿不够啊？啊，我得集体的是吗？所以天下事就是两种，就是科学与迷信。你看啊，哦，你什么叫迷信？迷信就是迷迷糊糊的就信了。就这么解释啊？你看，你细琢磨，迷迷糊糊信了。为什么叫迷信？哎，迷迷糊糊信了。哦，啊，不是所有东西拿起来就，哎，迷信，你迷信，那个不讲理。哦，不能这么直说。你比如说，比如说吧，这个做买卖啊，人家屋里边供一财神爷，是前面摆一个姻缘宝，嗯，没有毛病。哦，这个可以，谁都有追求幸福、追求美好的权利。哦，财神爷到我家，我的生意兴隆，就口彩儿，这有什么不好的呀？挺好嘛，讨个吉利。对，但是你打这儿要往歪处走，就是你的不对了。这还能歪到哪儿去？您比如说啊，在门口开了一个相声的小剧场，哦，有相声小园子，瞎说吧。比如说 啊，就这门口是开一个相声小剧场，好，叫什么名呢？叫威尼斯，水的这是。水不是相声小园子，叫威尼斯，这一听就不像个相声园子，就早就听着省事儿 啊，省得别人举报咱。哦，您还在那这儿还？哎呀，你先防不胜防，知道吗？哦，相声园子，威尼斯，威尼斯，哎，观众也很喜欢，啊，门脸装的金碧辉煌，哦，生意很好，啊，啊，对门又开了一家，哦，又开一个相声园子，这叫什么呀？哎，它叫金海岸。好，这俩没水都干不了，合着，嗯。马路对过，马路这边啊，肯定会抢生意。他们俩抢生意，那肯定是听相声的，这边来了，那边就少了呗。是，所以说这就想办法了。想什么办法呀？哎，两边都会有艺术顾问的。哦，艺术顾问，哎，回来一问艺术顾问，提高艺术水平。顾问说门口啊立两块那个玻璃镜子，嗯，两米高，来两块给他照回去。哦，把这不好的风水照回去，毁他的风水。这叫什么主意？你这个啊，艺术顾问出的主意。什么艺术顾问呢？这边啊，两块镜子，人对过也有艺术顾问呢。哦，他呢？人家让摆四块，又照回来了。哎，这边就上六块，嗯，对过就是八块镜子，哦，全是镜子。他们两家打架，救活了三个玻璃铺。哎，这嗨，对吧？嗯，就是从口碑上再营造一下气氛吧。啊，对不对？说什么呀？这边贴上啊啊，繁荣相声市场，好。那边也得贴上，嗯，弘扬传统文化。这对呀，啊，嗯，那边写上了，嗯，我们都是正规相声，嗯，那边写我们没有特殊服务，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这边写 SPA 免费，哦，那边搓澡不要钱。哎呀嗨，您这是相声园子吗？这个，你听哪句有相声？就说是呢，就这种恶性竞争，所谓的要换人家风水，其实这就属于是迷信，啊，这就不应该了。您这说相声的爱信这个。爱信的，因为我们从小接触的传统文化啊，这东西它是剥离不清的。哦，但是说相声呢有俩特点啊，一个是特别容易信，嗯，一个是特别不容易上当。这有点矛盾，您这话。你看这些年出了那些个气功大师，嗯，那些个高人，嗯，一发照片都是跟影星是歌星一块儿，嗯，你看有一个说相声的上当吗？哦，这倒真没有。哎呀，为什么呢？说相声进门不是骗钱，嗯，就是偷人。哎呀，嗨，哦，说相声的这比他还坏，哎，那是啊，这就算这些大师们走运，没碰上说相声，沾惹上一个说相声的，他就得倾家荡产。好家伙，我们这行是信，于老师当年也信这，我愿意信这个。于老师17岁就干专业，说相声，这点我很佩服人家。这娃娃腿嘛，你看我这些年一直是
体制外民间闲散艺人。好，这您于老师没法比啊。哎，您太客气。17岁就是北京曲艺杂技农用三轮车配件艺术团的演员。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这个这里边还有相声吗？您这个团这个业务很丰富啊，这面太广了。就在那儿上班啊。17岁有一个相声大赛。哦，有比赛，丰收杯相声大赛啊。这大赛到对口啊。于老师很希望拿一等奖。我那谁比赛不希望？不是哪那么容易啊。对，就有高人给出主意了啊，你去烧个香拜一拜，让我去拜佛。很好啊。哦，于老师就决定去了。嗯，在哪儿呢？哪儿？北京京西妙峰山。妙，我上那儿拴娃娃去了是怎么的啊？不话，妙峰山就是拴娃娃的地方啊。妙峰山就一个庙，就一个娘娘庙啊。啊，对吧，就一个娘娘庙啊。哦，还有别的？你要说拴娃娃求子，你上娘娘庙。是，你不是求一等奖吗？那有地方吗？单有一个庙，这儿供的是这个冠军老祖。哎，什么乱七八糟，我都没听说还有冠军老祖。我一说你一听就挺好。哦，哎，于老师就去了。是吗？哎啊，到这儿人庙里有当家的。哦，这位施主跟我来。还有施主领到大殿。大殿里边正当中供着三位老祖。三位的这儿当间坐一个。哦，这边还坐一个。嗯，这边靠下还坐一个。是，当间这是冠军老祖。这边这是亚军老祖。哎，这是季军老祖。好家伙。哦，于老师光光磕头。啊，磕完头问当家的。嗯，说以前没听说过。咱们这是属于什么教啊？对呀。当家的乐，我们这个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你们属哪儿管？我们归公社管。哎，公社。对，你今年多大呀？是，我今年17。哦，相声大赛我想拿一等奖。好好好好。嗯，雄心壮志很好。好，嗯，来根烟抽吧。哎，嗯，于老师说：“我才17呀，对，我抽不了烟。你已经抽完了，啊？来抽一颗啊，抽一颗。于老师点一颗啊。哦，我第一颗抽烟的时候就这范儿啊。哎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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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底子，嗯，你有发展，嗯，是是是。喝酒不喝呀？嗯，酒不会。你看，你看，是，哎呦，蹲蹲蹲蹲蹲蹲蹲，来来，喝一杯，你喝。”喝完就一等奖了啊。哦，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好，还打嗝。当家的高兴了。是吗？烫头不烫啊？哎，嚯，好家伙，我这三样是那儿学的是吗？把头烫了吧。啊，这真烫啊。真听话，坐在那儿盘上卷儿，跟当家的待一天。是，哎，叼着烟卷，拿着啤酒瓶子，一脑袋卷儿啊。哎呀，说我这个艺术怎么办呢？是啊，当家的说不着急，艺术不着急，你就这个状态保持好了。嗯，有一天遇见一个叫郭德纲的，你就算成了。哎呀，哎呦，这叫什么地方？他一说一乐的事儿啊，单指着这个他成功不了啊。那错不了。你听说谁说拿冠军拿一等奖是烧香拜佛来？那不行啊。当然，您信这个也是因为家里边有这个因素。怎么，我这还跟遗传有关系？他爷爷那会儿就特别信啊。对，老人他就容易信。他爷爷关键什么都信。怎么叫什么都信？你说得出来的，哎，只要市面上有的，嗯，哎，他爷爷就全信。他都信什么呀？哎呀，你说得出来的，这个教那个教，古今中外所有的，只要他能知道，他能记得住的，他全信。啊，没有不信的。到后来信到最后，他给自个儿定位了。定什么位？我不能再无信乱信了。对，其实我不是个一般人。嗯，我是唐三藏转世。他自个儿说自个儿是唐三藏转世。他说他是唐僧。哎呦，大伙儿不信，您怎么就是唐僧？尤其最近越来越相信。怎么呢？因为每次上厕所去解手去，嗯，完事脚底都发黏。哎，您这叫唐三藏转世啊？您这叫糖尿病综合症，知道吗？我认为我也得抓紧时间度化世人。度化，哎，你看这个词儿，度化世人，你看出去度人去，度人收费也不高，多少钱？2块钱一个，哦，度一个2块钱，好家伙，你说度一个就2块钱啊？啊 啊, 啊，电焊得多少钱？对，好，是那个度吗？啊，嗯，后来这儿去那儿去，有一天他爷爷到曲艺团去度化，哦，上曲艺团了，哎，有一个北京曲艺杂技农用三轮车机电配件，对，哎，就上我们团了，但是很不幸啊，很不幸。夜里边被这帮说相声的把他爷爷给吃了，
为什么吃肉？他们说吃唐僧长生不老。好家伙，一团的妖精，合着是。哎，什么话这叫？对，废话。你不能这样发泄你的不满啊！但是这个就各种信这个东西在你们家根深蒂固，全信。你包括他母亲，嗯，老太太啊，老太太人特别好啊，人是不错呀。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台上提到他母亲了。您不长时间吧？因为后来就说他们老爷子了啊。哦，老太太其实很好，老太太遗忘了，很善良，善良，很善良，嗯，特别疼人。没错，就怕给人找麻烦。哦，老太太不舒服，嗯，为儿子说看病去，不舒服，不去，不说，哎呀，难受，告诉于谦送他看病去吧。啊，怕给儿子添麻烦。嗨，这何苦呢？就问别人，这有没有偏方啊？哦，找偏方，街坊有那个好人呢。嗯，你呀，京西妙峰山，怎么又妙峰山呢？那有一个冠军老祖庙，我怎么没听说？你上那儿求点香灰。哦，求香灰，吃香灰啊，吃完病就好了。哦，那能好得了？老太太本来就便秘啊，上那求香灰，给了三斤香灰。哎呦，我们真没少给。回来之后蒸大馒头，老太太都吃了。哎呀，还告诉我不让喝水，干吃。好，吃完香的难受。那可不，一个多礼拜都不上厕所。那是啊，这后来实在不行了啊，拉出一盘蚊子香来。好家伙，我妈肠子也细点啊。嗯。哎呀，这个不行啊。嗯，又问又高人有没有办法。嗯，有人说了，这个得找药引子。这还有什么药引子？药引子就是你们家亲人身上的肉。这谁出的馊主意？这是中国古代关于这种故事很多。有吗？你比如说想当年有一个故事叫割骨奉君。这故事春秋战国啊，晋献公的妃子骊姬，嗯，打算让自己儿子当太子，所以得把那个太子害死。太子死之后，他的弟弟重耳逃出去了，带着文武群臣，中途路上没饭吃啊。有个大臣叫介子推，把自己腿上切了一大块肉，弄熟了让重耳吃。哎呀，割骨奉君，给你包括二十四孝，丁香割肉，也是婆婆虐待儿媳妇，儿媳妇还很尊重婆婆啊。婆婆有病了怎么办呢？切自己身上的肉，弄熟了让婆婆吃。中国古代这种故事很多。哦，有古人。老太太回来之后想这个事儿，嗯，自己觉得肯定有道理，但是嗯，很难实现。拿谁的肉是谁让啊？是为了我的病好，让家里人切块肉，嗯，下不去手啊，嗯。夜深人静，老太太坐在院子里，一边流着眼泪，是一边磨刀。哎，这干嘛要杀人的是怎么着呀？夜深了，月牙出来了，人都说月牙像月老，月老他交给我一着刀就把人杀。谁说的？磨刀啊！磨完刀拿着刀电不丁腰，不进屋了，真灵，站在床这儿。嗯，老太太眼泪下来又哭了。这事儿干不了，下不去手，这哪行？嗯，这都是自己家的亲骨肉，那可不是，是不是啊？老头跟我一辈子，我能切他一块肉吗？那怎么下得去？是不是啊？儿媳妇，人家没毛病，人家孩子，我能这样吗？你等一会儿，你等啊？怎么了？我爸爸跟我媳妇挨着睡呢。哎，这人丧心烂肺吧？废话，你是站床头数，可不是挨着个数吗？不是，他们家装修啊。装修那几个屋装修都跟这大铺子先忍着，忍着也没有这么忍的。不是你第三个那边就是你，我就废话啊，废，我不能在那边中间得隔着我。这有个帘儿啊，哎，有帘儿也行，有一道帘儿，哎，对，这道帘儿把于谦啊隔那边去，哎，把我隔那边去啊，没听说过没有哈啊，就是你跟你媳妇在这儿，哎，不能，你爸爸在这边，对，老头躺着啊，嗯，老太太看着你眼泪都下来啊，我的儿。我很孝顺，嗯，我怎么忍心也行拿刀切他？对呀，我都对不起他爸爸，嗯，他爸爸呀，现在云南是，而在的，你怎么不对？你这又胡说八道，怎么这我爸不是就这躺着的吗？这个是父亲，这不是父亲不一样吗？哎，你糊涂一样，我还说这个啊。不是你这越说越糊涂，哎呀，不重要，不重要，不，这太重要了，这对，不行，不能耽误时辰，该下刀了啊！哦哦，就吃思来想去，这吃儿媳妇的吧，啊，吃儿媳妇，哎，
金莲啊，金莲，金莲，他姓什么？姓潘。哎，潘金莲。儿媳妇坐起来了啊，干嘛？嚯，好，干嘛？嗯，嘘，不让嚷。我叫你有事儿啊。好家伙，嗯，公公叫完，婆婆叫，还让人睡觉吗？什么话这是？什么话这是？出来，出来，院里说了，院里说了，啊、院里说这事儿。儿媳妇，你跟我闺女是一样的，是妈妈现在啊，说死就死，嗯，就指着这块人肉了。哦，你能给妈妈来块肉吗？啊，儿媳妇大笑弥天，怎么样呢？拿过刀来，咔嚓，哎呦，腿上来一大块肉，给婆婆自己切。老太太拖在手里，眼泪哗哗的，太肥了啊，这肥呀，这就别挑了，这就。吃这个玩意儿得有手艺，怎么还要手艺？那是，他是当药引子用的，是吗？老太太得自个儿弄。哎呦，烧大柴锅，把水倒在里边，底下拉风箱。哎呦，那个风箱拉的咕哒咕哒，那个水烧的哗啦啦哗啦啦。哎呀，把这肉搁在里边去，到五六成熟的时候，是就把它搭出来。哦，小刀拿过来，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嗯，碎了麻底下，上面搁上整的，哎、兑好了佐料，香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酱油、盐，和、嗯、了匀了，爬了吃。吃完之后，你猜怎么着？这就好了，死了。那是的。下面请您欣赏四门功课，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好，受累了大哥啊。嗯，哎，好，谢谢大姐。嗯，行了，可以了啊。嗯，爱会儿歇会儿啊。行了，行了，行了，谢谢。哎，哎，哎，您好，您好。行嘞，行嘞啊，谢谢大伙儿啊，你闭嘴。这就是说相声的特点。对了，你说芭蕾舞，你要坐这儿这么喊哈，不合适了就。对啊，这些日子我跟于老师还挺忙，是够忙。我们出国上欧洲去演了一圈，对，然后又奔迪拜跟新加坡。是一个多月，七个国家，八场演出。对啊，我挺心疼于老师的。哟呵，还心疼我？这个岁数了，折腾不起了。是，不是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十七八、二十出头那会儿说相声，天天的这儿去那儿去，也不知道累。那时候年轻啊，一天赶多少场演出啊？是，高兴似的。现在真是的，嗯，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虽说没这么老吧，但你岁数到了，你。真快盯不下来了，一年是一年。就是我们，你看前些日子在国外时候，这儿飞那儿来回赶，又有时差，我看着他我真心疼。这反正是累啊，上飞机这会儿迷迷糊糊的，倒时差嘛。啊，可不呗，到飞机上于老师躺着就睡着，可不嘛。啊，我们俩就坐着挨着不远，有时候看他我都感慨，我说以后不能这么硬活了，太累了是吧？岁数大，这都五十大几的人哪盯得了啊？对，啊，飞机上飞半截好，这大爷夸起来迷迷糊糊上厕所。啊，这我都怕他摔着，晃悠、啊、晃悠悠，自个儿就奔厕所了。嗯，咵，打开厕所那门，嗯，里边还坐一大姐。啊、他也是没插门。那你看，说于老愣半天啊，就是、啊，就那个脑子迟钝啊，就愣半天啊，就是反应不过来。人大姐，你关门呐！还得靠人提醒我。这才，哎呦，就对不起，对不起啊！咣，这才把门关上。是，关上门，他这盹儿也醒了。吓的，哎呀，嗨嗨，他也觉得不合适。对，大姐很生气，是吗？出去把门关上啊啊！我把自个儿关里头了，再不是真傻假傻，行盹儿那错不开。我记得刚到这个，但是刚到伦敦头一站伦敦吧，刚到伦敦时候，谦儿哥还挺精神。但刚去哎，这头一站还挺精神。是到伦敦那会儿早上起来四五点也就差不多吧，也是时差睡不着啊、嗯。哎，我得出去遛弯去。我说你就别出去了，嗯，你也不会说个英文，助理、工作人员、人大伙儿、孩子们都睡觉，你出去你也不认识，你丢了呀，这担心我。哎，得去，我会说哈喽。哎呀，嗨，我说你这会个哈喽就敢出去 啊, 啊？我出去，哎，你说我要碰见英国人，我跟他说早上好怎么说？嗯，我早上好 ，Good morning 呗，啊啊，真真假假一句半句，我还听他们说过。嗯 ，Good morning， 对，他还练呢。啊 ，Good morning 啊 ，Good morning 干嘛？谁 Good morning 啊？
我说你就说个morning也行，哎，这些也可以，礼貌呗。走对脸碰见个英国人，嗯，你愿意打招呼morning，对，是个意思。我说你最好别去，我就得去。你这玩意儿早晨起来，你说越岁数越大越不听话了，这玩意儿啊，去吧，一个人早晨起来跑英国街上散步去了，我得溜达溜达。对过来英国大街，哦，于老师乐了。就想起来刚才那猫宁来了，打招呼呗。一张嘴还说错了，说什么了？玛尼，玛尼是钱啊，跟人提钱。玛尼，英国大姐吓一跳，对，就是你，大姐也愣了，想半天，这是什么意思？比划个这个啊，谦儿可乐了。我明白了吗？英国的酒蒙子，酒蒙子，跟我划拳呢。嗯，这划拳五魁首吗？啊，这是五魁首。谦儿哥厉害，我这行。这是六六六，哎，这就划上了。英国大姐挺高兴，是吧？过来吊着于老这胳膊，哟，点点头。啊，谦儿认为哦，这要跟我喝酒，哦，那回酒店吧，一块喝呀。俩人回酒店了。嗯，哎，开酒一瓶一瓶，你一杯我一杯，哦，喝得挺高兴，啊，是，喝完好一身汗，洗个澡吧，啊，洗澡，喝一身汗，可不洗个澡呗，哦，洗完澡躺会儿吧，啊，躺会儿，谦儿就喝多了，嗯，这一觉醒来一回头，嗯，哎，床上大姐走了，没人了，炕上扔着600块钱，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是。我这不是划拳呢，我这划价去了，感觉。后来我跟他说：“我说这种生意可遇不可求。”什么可遇不可求？你不要认为你是可以擅长的啊！太多，我也没求。偶一为之，这就是飞来凤。哪儿有偶一为之？正点是点啊！啊，我劝过他，我说你踏踏实实好好说相声啊！哎，咱俩到这个岁数了，咱干别的不现实。那倒是，对不对？你跟我，咱俩这个命就是说相声的命。哦，说相声的命。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袋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袋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着夫眠。80老翁门前站，3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报应循环。好。怎么想起说这么几句呢？要跟你说吗？说相声，咱俩人的命啊，这是感慨命。对了，人生离不开命运两个字。哦，你别有人说，哎呀，命运一提这个，你这就是封建迷信，你不能这么想，不是吗？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和运。哦，命是命，运是运，不一样。命是你的出场设置。哦，哎，命是死的。嗯，这个人一出场，你可能就是说相声，这就是这命。对你那个命，你就是唱快板的。哦，啊，你这就是啊，做生意的大老板，是你就是早晨4点给人煮茶鸡蛋的那个啊。这几个人都是我们家人合着，嗯，对吧？命是不动的，啊，运是动的，啊，一动一静，哎，一动一静，这是两条线左右一个人的一生。哦，有的人命好运不好，有的人运好命不好，这怎么说呢？哎，你看，比如呢，咱拿于老师举个例子，好，于老师命好运不好，怎么讲？命好，你出生在一个贵族的人家。哦，贵族，用那个碗都黄金的，嚯，盘子翡翠的，真好，筷子象牙的，头上还镶着钻石，太有钱了。哎，这个命可以了吧？太不错了。但是运不好。怎么不好呢？出生之后就被拐卖了。哎，嗯，对吧？这都跟我没关系了，感觉卖不好出手，最后呢就扔在黄崖关往西24公里啊，有一个原始森林，给我扔老丈人家了，更命好运不好。哦，或者是运好命不好，这又怎么解释？比如于老师命很好，怎么好啊？嗯，打比方啊，啊，你说，比如说到了美国洛杉矶地区，哦，加州，洛杉矶的华人要选一个头目，好，选一个鸡头，对啊，鸡头干嘛？洛杉矶的头目吗？啊，那也不能叫这名啊，不叫这个吗？就选一头，洛杉矶的头，对。那么些华人选的于老师，那我行。你这个运好不好？运好。哎，但是命不好。哎，怎么呢？你看，比如说大年初一上任，年30你死了。哎，那就跟我没关系，还是对不对？啊，就是命好运不好，运好命不好。
人生离不开命和运这两个字儿。哦，就好比说这儿放着两碗米饭，是这碗米饭被人吃完了。经过消化排泄之后排到厕所被水冲走了啊，对这碗米饭来说你的命就是让人吃，吃完之后然后排到厕所，哦，他就是这命，那碗米饭没被动，嗯，完好无损搁那摆着，你说他的运好不好啊？运气好，那碗的运就好了吧。对对对，但是放了些日子呢，有苍蝇在上面，然后又长了毛了，最后坏了还是扔在厕所拿水冲走，说归根结底那还是你的命，你看这就是命和运的问题。因为人对宇宙的了解顶多到5%，嗯，天下很多事情很难一句话两句话能讲得明白。是，我有那个朋友跟我聊天抬杠，你说这都没用，嗯，这些都是封建迷信，啊，天下事不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就不会承认。你看，那你说怎么办呢？嗯，啊，非得你看见才有，你没看见就没有吗？不能这么说吗？冥冥之中很多事情是肉眼看不见的，比如你 WiFi 你看见过吗 ？WiFi 看不见。你看不见 WiFi， 你能说就没有 WiFi 吗？那不行，咱还用着 WiFi。声音你看见过吗？声音也没有。你看不见声音，难道说世上没有声音吗？我能听见。秦始皇你看见过吗？朱元璋你看见过吗？嗯。慈禧太后你看见过吗？李鸿章你看见过吗？哦，你没看见，这些人就都不存在啊。哦。你也没看见我上你们家去，你怎么知道我没去呢？这话题怎么转这么快呀？这。所以说作为一个好说相声的，嗯，最起码咱们要把新哥当件踏踏实实的面对这个世界啊。您说这对，哎，你跟我咱俩就是说相声的命，哦，好好说相声就得了。我们这应该说相声四门功课叫坑蒙拐骗。对，这谁说的？什么说学逗唱脱鞋上炕啊？脱鞋干嘛？上炕就唱。没有，就是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嗯，说，嗯，嘴得干净。哦，不管人家坐在剧场的哪一个角落，每一个字儿清清楚楚送到人家耳朵里边，这是基功啊，这个很重要。我们演过大剧场和小剧场，是那20年前我们俩演过最大的一个场合是在大连，对，有一个露天的体育场啊，还是体育场踢球的地儿，嗯，哎呀，活受罪呀，太大了，底下10万人，嗯啊，咱不客气的说，第一排离着我得有2站地，哎呀。这差不多啊，嗯，黑压压的，谁也看不见谁。晚上吗？其实最难受的是那个声音的问题，声音不好听啊。我们俩说话，声音通过话筒传到音箱，再到观众的耳朵里边。嗯，那他这东西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远嘛。对啊，这个话出去之后，到音箱出来进观众耳朵之后，这个声音还会再回来。哦，他会传给我。是这个声音在路上的时候，我第二句话已经出去了。这声音也是有时间的，他俩在路上就遇见了，俩声音，然后我第三句话就追上去了，全乱了。观众听见还是一句一句的，嗯，在我这儿加上我说这个得有4遍的声音，全乱，这根本就听不见，还不能搅和自己，嗯，还仔细分辨哪是刚才的，哪是第二句，啊，后来完事我跟谦哥说，我说给多少钱咱也不演了，没法演呢，在演出必须得有盖儿，没有房盖儿咱不演啊，有顶子。对呀，啊，所以后来我们演的最多呢，比如上海，上海有一体育馆梅奔，啊，那梅赛德斯奔驰，他那屋里能坐28000人，嚯，哦，也不少。你别看28000，他有房盖就好干，拢音呢，啊。后来北京最大的是演的这个五棵松，那10000多人，15000，嗯啊，你像这个北展，这我都快演了快20年了，2700，这就好干了，因为2700人。这就跟茶馆没有什么区别了，就这么大茶馆 啊，可不就是呗？就无论观众坐哪儿，每一个字儿让人听明白了。是说相声这个最重要，嗯，这是说，学，学唱，学表演，学方言，学动作啊，哦，都在模仿当中，都得学逗。说相声最要紧的就是逗，这是基础。你说你站这40分钟，也不可乐，人观众不爱听，俩人怎么舔脸往下走啊？没法下去。逗是最重要的，嗯，还有这个唱，唱唱叫太平歌词。哎，这是本门唱。那我们同行还抬杠呢，你唱唱京剧，唱评剧，唱大鼓，唱小曲儿，唱古曲，那些不叫唱吗？嗯，我说你这怎么说呢？你唱京剧，人家有京剧院，对呀，啊，你是跟人学呀，哦。你唱评剧，人家有评剧团呢。嗯，你是不是跟人学吗？哦，嗯，人家有专业干这个的，那是人家的专业。嗯，对我们来说就是说学逗唱的学。哦，这属于学，但是唯独这个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啊， 啊，我唱两句你们听听啊。好，唱一什么呢？
嗯，外边有人说喊唱十八摸啊，这都是于老师的粉丝啊。谁说的？我直说太平歌词啊。嗯，没有要求我可胡唱了啊。啊，行，有，你看那儿有一个人喊单刀会，哎，那人家说明还是有明白的人啊。对对对，保安给他弄出去了。谁你？不让听啊！不是有明白人不好糊弄，你知道吗？行，嗯，一位知音胜似百位。对，这位先生说了，他想听一个单刀赴会。对了，那我给你唱一个《骷髅叹》。对，您什么脾气啊？这是？你看，从心理学上来说，你要让他猜着了，下回他就不买票了。嗨。您就唱一个就行。庄公打马下山来，瞧见了骷髅倒卧在尘埃。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儿，那半边儿红来半边儿白，红丸儿指的是男儿汉，不要粒儿指的是女裙钗。用金簪那巧牙关，关下了药骷髅骨，得病站起了身来，伸了手拉住了高头的马，叫了声先生你听个明白，怎不见金鞍玉尘我那逍遥马，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庄子修闻听长叹气，那小人得命他又要死财。好，这叫太平歌词。哎，骷髅叹这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是没有伴奏，嗯，顶多手里有两块竹板儿假牙啊，我们管它叫玉子，是拿它掐着板，嗯，击节耳歌。哦，除了这个之外，再唱什么，那都属于是学呀。嗯，你包括那个说相声台上必须要会的啊，什么小商贩的叫卖呀，啊，叫卖也得学。现在没有了啊，没有叫卖，现在哪有叫卖的呀，对不对呀？嗯，你看他叫卖去了，嗯，嗨。啊，没有，过去小商贩在街上叫卖是唯一的宣传工具。哦，您咱们老说嘛，老北京卖菜的，嗯，挑一个扁担前后的箩筐，是是，十几样青菜，嗯，这一吆喝起来跟唱歌似的，什么味儿啊？香菜辣青椒哎，高葱炖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了眼儿的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嘿，这一大套，你过去没有别的办法吗？嗯，对吧？你说卖菜，他也不能上电台做广告去，是是是，不够挑费啊。嗯，走了街上拿这吆喝，叫暴君之啊。那个卖包子不也吆喝吗？包子怎么吆喝？过去卖包子的，当然了，汉叫的是一种，哦，贵叫清真是另一种，两个啊。大叫的吆喝包财。包财，包财好呗，我在面儿里边尝着包，拿着包，尝尝包儿馅儿的。嘿，这是大叫的哦，贵叫清真，都是一个小伙计儿，小孩儿。哎呀，童子音儿，嗯，站在那儿吊门也唱啊，亲热的天里包儿边的包儿边的包儿有热来。嘿，嗓筒这叫一冲，卖包子的 啊，现在也很少了。没有了。我们出国演出，我还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外国有吆喝吗呢？外国他们也都没有，说我们这哪有啊？嗯，可不呗，这是咱们的传统文化。没错，你以前外国人也没有吆喝呢哈。以前肯德基、麦当劳，你看他们吆喝过吗？他们能吆喝吗？麦当劳，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麦大小嘞，肯德基哦。嗨，别瞎编了您。百达翡丽买了家里看点儿，他问您呢？什么呀这是？没有吧？啊，翡丽还要路易威登 LV？ 哎呀呀呀！咱别瞎编行不行啊？没有啊。哎，这就是说相声必须要学，必须要会。
对，我们小时候学相声那会儿，先生就是这个就学唱京剧，你们得找专业的老师教。那应该啊，学评剧，让人家唱评戏的教你们。是是，要不然你们瞎唱不行，得跟弦能唱。啊，就我们小时候还那儿小，现在这孩子们上台胡唱，胆儿也大。哦，啊，跟我们那会儿不一样。我印象很深啊，小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学黄鹤楼啊，学个什么啊？谦儿哥那会儿小的时候学这个，嗯，给他送到京剧团去啊，我得学这戏呀。哎呦，他那会儿最有人缘了，都喜欢我啊！一到京剧院，那个老头们都喜欢于老师，是吗？传达室的王大爷，做饭的赵大爷，扫地的孙大爷，烧开水的刘大爷，怎么全是大爷呀？一帮老头就把他围住了，哦，爱他呀啊？是吗？我小时候就是学评戏，给我送评剧院去。哦，您学那个？好，一进评剧院，这帮小姐姐们，嗯，十八的、十九的，最大二十的，嚯，四十来个小姐姐就把我围上了，嗯，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那会儿还学唱梆子，最累就是梆子，梆子呀，梆子不好唱啊，唱一梆子下来好，好小肚子都疼，这要功夫了。嗯，那不容易。梆子它这个，哦、因为它那个调门也高、哦、啊，所以它男老生啊、女老生啊，它那个发音位置还不一样。这发音位置都不一样。你看，你听他那个辕门斩子那个女老生唱杨六，哦，啊，唱杨艳昭，他那个就那个，哎，女老生啊，女老生，女老生发音是这样的。就注意听一听，嗯啊。可说是我的儿啊，这个，女老生不一样的这个，就人就不能好奇心太强，你知道吗？还有这个男老生，男老生，男老生调门更低了。男老生还有时候他半说半唱，不一样啊。他是本宫音和背宫音相结合，连说带唱。本宫音、背宫音，你看他那个《蝴蝶杯》里边那个老生那个 啊，什么味儿？哎，他连说带唱，是说什么？帅府之子，我那不懂事的儿啊！我也欠，不长记性这人。还有一个孙子骂爷爷，不听了，我爱谁跟谁，不听了。探讨艺术弄得翻脸了啊！用不用？这个这都是打小学的，是吗？当然，离我们最近的是曲艺啊，咱当然，因为古曲啊、相声，我们算是一家子。是，那你看这个。京韵大鼓、西河大鼓、京东大鼓、梅花大鼓、单弦牌子曲，嗯，就这类东西，这个离我们都近。过去花场演出的时候，嗯、相声、古曲是一块儿，那叫综合场啊。这个、现在其实古曲也不是特别景气，嗯，因为培养一个人得好几年，嗯啊，连乐队他一块儿，他还不像别的，啊啊，他不像京呼啊、板呼啊，他是另一回事哦，这个曲艺这个弦儿，他得跟唱的俩人一块儿学。哦，还得合起来、哦、他那个弦儿他才能报字儿呢，他每个签儿每个人怎么弄，他俩是一回事儿。对了，说我光会弹你根本干不了活。哦，学长板坡连唱着带弹的一块儿长板坡都得按着字儿走，他那难就难在这儿了、嗯、啊、嗯、京韵啊、西河、京东这些个还能留下来，还有些个曲种现在其实很少听得到，没落了。你比如包括竹板书，竹板书，竹板书现在就没有人唱了，很少听、啊、在一个书馆里边就跟那个说评书似的啊，哎，一干仨月的大书啊，每天一下午俩钟头仨钟头，哦，打着七块竹板说一会儿唱一会儿啊啊，你看什么味儿？慢打毛竹，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开正风，是才间唱的本是半部参书，前后七过端，还有怎么两三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那里头丢来哪里找，我是哪里接着把它唱，那里头忘了我就把它说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奉请在座的众民工，因为的热闹更好听。竹板书，嘿，唱的真俏，都没有干这个的，现在是没了，很可惜、嗯。这些年来，我们挖掘了好多的小曲儿啊、小调什么的。哦，您都听过吧？哈，什么，清水河啦，啊、秀喜红啦，嗯，找、嗯、花台啦，对对，就这类的。哎、我们大概我统计了一下，我在家，嗯，就是我们目前我们就掌握的还能拿出来的这种小曲儿、小调，反正，嗯，还有这么100多个。
哦，不容易、啊，还有100多个，这个要再不唱，估计也就完了，失传了。我是爱学这个，特别爱学这个。您是喜欢这个？哎呀，那会儿小的时候，先生们教，老师们天天的这小不学就坏了、啊，天天这样，可不嘛。自己还得下功夫，自己谁会我就找谁学去。哦啊，你包括嫂子还教过我呢。嗯，我媳妇儿，你们不能这样啊！我一说嫂子，你们就这个那个。我跟你说啊，我到北京，我16岁到北京，嗯，到北京之后，我跟谦儿哥我们就住一个胡同里边，是我对嫂夫人是非常的尊重的，啊，那倒是，因为你看我那会儿到北京，我租了一小平房，就南城，啊，就我们那胡同里边，就是那旁边那大院就是他们家，我们家有都是平房，哎，他们家大，他有钱，嗯、啊，因为他岳父本身就是这个，别提了，别提岳父，首富，这他那院里边。带小二楼的那都自己家盖，你想北京南城那个四合院带小二楼的他得多少钱，我那会儿就我打那过还能看见，有时候就看见嫂子，哦，打小二楼底下一过，是吗？嫂子有时候拿一竹竿啊挑帘子，哦，嗯，我打这过没留神，他那手一松，是这竹竿就打我脑袋上，哎，这可是个传统故事了哈，啊哈！哟，我一抬头、嗯，哦，什么人？哟，嫂子也不好意思。嗯，大官人，这别什么大官人，怎么就出了大官人了呢？后来邻居王妈妈叫我喝茶去。行了，您别说了。有时候上嫂子那儿去，因为嫂子会唱这些个小曲小调，她也爱唱，我爱跟她学呀，她也爱教。哦，这个真是很难得，很难得的，是吗？啊、有一年我还记得有一年的端午。哦，也是端午。有一年端午啊，我上嫂子那儿串门去。嗯，他也是刚下班，哦，下班凌晨2点左右吧，刚下班。什么班？凌晨2点多钟？不知道。嗯，谦儿也没在家。是，谦儿没在家。我还没下班呢，是吗？我看没人呢。啊。没人敲门。你看，问谦儿哥在不在家？哎。嫂子开个门，嗯，那肯定是没在家呀。是，因为探讨艺术嘛，是吧？探讨艺术，夜里头那错不了。嗯嗯，坐在那儿，回来了吗？这跟艺术有关系吗？这个？我说嫂子，我跟您学来了啊。啊，好，今儿端午了，是啊，端午节咱们唱一个小曲纪念一下屈原吧。你看。哎，这好啊，师哥啊，许你脏心烂肺，我不能那么想。这是历史故事了，我是来学艺术的。那对了，5月5纪念屈原，是身投汨罗江死了，没错。为了纪念他，每年5月初5啊，嗯、包粽子。哎，干嘛？哎，谢嫂子，怎么唱？好、嗯，听着，咱们有一个屈原的小曲儿。好，乌呀嘛五月里呀、啊，月儿照花台。虎亭门外有人叫乖乖，原来是我那情哥来，情哥你走过来呀，情哥你走过来，前门有人你要从后门来，叫不你要请情的脉，你到哪里去吃酒啊？啊，哪里去打牌？哪里贪恋人家的女裙钗？倒叫小奴挂在心怀。哎哎哎哎！这个屈原呢？哪有屈原呢？这里一句屈原也没听出来，这个。就是爱跟嫂子学呀，啊啊！嫂子，您再教我一个吧。上瘾了，教我一个正能量的。嚯！嫂子说：“哎，怎么样？不是我不愿意教你啊，因为我最近也是心思不整哟。因为每天在单位里边，我们都希望好好的为公司做贡献。那好，但是你也知道，公司的内卷很严重哦。所以说我最近，哎呀。”嗯，我说您别想那些个，是每个单位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公平。嗯啊，咱们现在把它抛开，不想不谈这些，我们只说艺术。好，行，嗯，那就唱一个跟我们公司有关的一个小曲儿吧。什么呢？青楼悲秋。公司叫悲秋是吧？没听说过。
就别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哎，这个小曲还是挺好的，不好唱啊。哦，你听着啊，你来吧。好月呀，当空啊，如同薄舟啊。有姑娘们坐就在青楼，思想起来雨泪交流，我有心从良啊，跟着那庄稼哥们走，怕的是起早贪黑不得自由啊，一顿一个带眼的窝窝头，我有心从良啊，跟着那说相声的走，怕的是抽烟喝酒他又烫头。下面请您欣赏甜蜜爱情，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啊，刚才是烧饼跟曹鹤阳。对，于老师，哎，这个口吐莲花学吗？啊，不学。好家伙，这人不爱学习啊，不上这当。谢谢吧。嗯，相声是一场接一场，对，各种表现风格是不一样。是，刚才我在后台我就一再告诉于老师啊，千万别睡着了。到这个岁数人在后台你不喊他，他就冲盹了啊，犯困了，是不是啊？嗯，哎呀，让人感慨呀。嗯，尤其今天来的时候，谦哥在后台，嗯，还把头发梳了梳，是啊，还刮了刮胡子，精神精神。我看他刮胡子，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了？一脸的褶子呀！啊，对，拿手这么摁着，刮，把那褶子撑开了。可不嘛，原来不这样。那年轻时候当然。为他这刮脸，我真是走了脑子了。是吗？啊，我认识一个这个发廊的小姐。哦，谁？您认识谁？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发廊工作。啊，哎，后边呢？他的名字叫小杰。哦，你以为呢？啊，我也以为小杰呢啊。小杰这孩子这小子特别灵，是吗？哎，拉个双眼皮儿，烫个头，弄个皮肤，是一把好手，有手艺啊。来了之后，你看谦哥这脸，让他看我，啊、他看看，哎呦嚯，好家伙，这皮肤很松啊。是是，没有这么大，别的这还扇嘴巴呢，是怎么的、啊？好解决。他能解决吗？打开包啊，啊，拿出两个核桃来。什么核桃啊？不是咱们砸人的那个核桃啊，啊，就是盘的那个文玩核桃。哎，这名儿叫闷尖狮子头、啊。人挑品种，得有四七四八那么大，这难得的大个。于老师张嘴，哦，给于老师搁嘴里了，搁嘴里，哦，就撑起来了。这再拿刀刺儿刺儿刺儿啊，哎，特别好剃。啊，那褶子都开了，于老也高兴啊。是，啊、对，万一要咽下去怎么办呢？哎，还真有这风险。小杰乐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吗？万一咽下去啊，您就跟那些人一样，怎么办？过几天给我送来。哦，哎，我之前谁送来的这个？于老师也愣了啊啊嗯、啊，哎，我过几天给你送来、啊。这嗨，哦，合着全是这过程啊。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哎，别逞能。希望于老师能够健康。谢谢您，真的啊，我就最希望他能健康。是吗？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岁数哈、啊，五十，出来说相声一趟一趟的还能干，啊，还行。真到了八十九十，估计要这么演啊，够巧的。
那就没有这精力了，是吧？他比我大四岁。对呀、比如说我要是80岁，您就84了，可不是吗？是不是？那还说什么相声啊？岁数太大了，我80了，我这收拾，我今儿演出去，嗯，郭麒麟不得拦着我呀？孩子们不让，郭汾阳不得拦着我呀？可不是，别去了，嗯啊，您也是。我那孩子也得拦着啊，可不呗，您的儿子郭小宝，郭小宝呢，您儿子得拦着，对，不能出去了啊。对了，还这岁数还说什么相声啊，就是您已经84了，嗯，今年是坎儿，我让他提醒我来了，你要在家里边出事随时能够安排啊。嗯，你没到外边上哪儿找你去啊？我非死外头是怎么着？孩子一片孝心呢、啊，然后您儿子弄个车给您送到医院体检，啊，体检是应该的。给您安顿好了，扭回头上家来得给我送信儿。哦，得告诉您一声。你要不说，过几天我知道我能翻脸。老哥俩好，哥们儿这份交情是。您儿子上家来，嗯，我可能是刚吃完中午饭，哦，中午去的。我这躺会儿啊，午休了。哎，我睡觉呢。您儿子上家来了，啊，一进门，嗯，看见郭麒麟了。哦，大哥在家了。是，郭麒麟挺高兴啊，哟，老二回来了，哎，这什么排行啊？这，啊、郭汾阳打内屋出来了，嗯，哎，二哥回家了，他们周知这关系是吗？哥仨开瓶酒，弄几个菜，哦，坐这儿喝会儿子，嚯、哦，待会儿我打这屋出来了，您醒了啊？哟，嗯，二的回来了，这是你给排的行吧？这是。您儿子赶紧跑过来啊、哦！我跟您说点事儿啊！哎，说事儿，谦儿大爷住院了。嗯，你先等一会儿吧，我都没听说过，我儿子管我叫谦儿大爷，显得亲切。这亲切吗？这个这第三人称呗啊！好家伙，我怎么了？这住院体检，那我得看看他去。哦，您要看我？你们仨别喝酒了。嗯，开车送我上医院，我去看看于老师。要去探病？那是，开车送我去，到那儿，嗯，您在16楼，还挺高，但是我还上不去了，怎么呢？电梯坏了，那就别看了。你仨人搀着我爬楼，我也得上去看看去。哎呦，非看呀、啊！就是哥们儿这份交情，真好。仨小子搀着我，嗯，上16楼。哎，哎呀，终于到了，是这儿写着字儿，写着 ICU。哦，我体检进 ICU 啊。本来给您办的 VIP， 对了，我们多给了点钱，改成 ICU 了。哎，这好，不用这个。打开门，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呢？于老师一身的管子跟这插着，你说出事儿了。推开他们三个人，两步我就到跟前了。看我，把管子都拔了他。拔管子呀！去，好家伙，行啊！您来杀人来了是怎么着？我不忍心看你受罪哦，所以让我早点死。嗯、什么话这叫？你拔管子呢？这就是80岁，80到90，你让我拔管子，我也没有那个力气。这80的时候您拔完了，我就活不到90了。真到90，我想一想，我要到90，您是94，94，到那会儿咱俩别说什么出去演出了啊，活着就是胜利。怎么着，活着就行？一个90的，一个94的啊，这俩老头顶多就给咱俩摆在院里边坐会儿呗，摆那儿啊，可不就是吗？对吧？哦。看看河里边的小鱼儿，呵，听听树上的鸟，也就这样，闻闻花香，对对，也就这个呗，如此而已了。坐一会儿，嫂夫人，你媳妇儿过来了啊，喝点什么？这得用人照顾了。我说给我来一杯冰可乐。好，90了喝冰可乐，嫂子得数落我，是别作了哦，90喝冰可乐，可不，来一杯温的柠檬水吧，哎，养养胃吧，也就这个呗啊。待会儿说吃水果吗？吃不吃啊？我说冰箱有一个大西瓜，一刀把它切开，嗯，来个勺，我自个儿挖着吃，这也够呛。他就数了我，这行了，还拉倒吧。嗯，你就来一个荔枝，两片苹果，反正得控制点，这不就这个呗。嗯，一会儿中午了，问我中午吃什么？中午我说啊，切两片牛肉，来一个虾，蒸一个鸡蛋就够了。哦，哎，哎，嗯，他可半天没理我了。啊，他是这样的，您说说吧，你已经丧失了语言功能啊？凭什么呀？10年前的一个医疗事故，你不会说话了哦，那就不理我了。也问你了，你没搭茬，我们认为你不饿。好家伙，这10年我过得太惨了。吃完中午饭聊会儿天，一会儿下午茶了，
是啊，给我沏了一壶红茶，切了两片柠檬。嗯，我要一个芝麻酱的小火烧，小点心、水果吃不吃的摆上。你瞧瞧，聊天呗啊。嗯嗯嗯，待会儿快天黑了，问我晚饭吃什么。哦，我说蒸一块鱼，要一个蔬菜沙拉。嗯啊，也就这样就可以了。你吃什么自个儿弄。嗯、哦，哎、啊、呀，我跟嫂子吃完饭之后呢，我们俩坐在屋里边啊看电视，守着壁炉，他还织着毛衣。哦、他那个沙发离着我稍微远一点。嗯，为什么呀？男女授受不亲。那我能问一问题吗？啊，这时候我在哪儿呢？嗯，你还在院里那个轮椅上坐啊？哦，没给我推进来呀、啊？不是不给你推进来、啊，下午茶的那会儿外边下暴雨。哎呦，还有雹子。啊啊！我们俩趴窗一看，哎，你在那还挺高兴，你看我这是高兴吗？这你也没喊没闹，我们觉得你很享受。还、好，这就在外边着着了，轮了一天。嗯嗯，得了，以后再遇上这事儿，我求您办点事儿、嗯。什么事情？你们俩进屋之前先给我推河里去，怎么样？这事儿我就眼不见心不烦了。你们各位听听，这叫什么话？废话，心术不正，谁心术不正？老憋着归我，你这边谁哪儿 啊？你都这么胡说，你还耽误了人自媒体瞎说八道吗？怎么了？自媒体瞎说，好多人听我们台上有时候提嫂子一句半句，那是闹着玩儿，那可不是闹着玩儿。自媒体拿这个做文章，瞎写。那天看了一篇文章，我真生气了。怎么写什么了？写的是郭德纲与谦嫂、嗯、疑似关系密切，不爱看，气坏了我，是不是？疑似啊，不爱看这两句啊？哦，不爱看这两句，感觉我这些年白忙活了。去你！什么呀，你们这么写对得起于老师在天之灵吗？好家伙，死了我这是。我打小我们哥们在一块儿长大的。是啊，实话实说，对谦哥跟嫂子我是很尊敬的。那倒是，有句老话啊，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哎，这是老话啊，差格的话咱不能说。对，我们在胡同那会儿您记得吧？记得什么？住一胡同吗？啊，我打上过，嫂子还挑帘子，还别提挑帘。哪儿这都一块长起来啊！谦儿哥本身结婚就晚，那倒是啊。他你看有看过网络采访的都知道哈，于老师比嫂子大。啊、对，他结婚的时候他30岁了，可不是吗？老话说得好啊，叫三十而立啊，而立呀、啊，什么？三十而立，立起来绿是吧？嗨，就叫三十而立。三十而立，对，嫂子这个人简直是这份儿好，哪儿都好，没毛病，是吗？而且这人脾气还大。脾气大，没人敢惹他。就我们住平房那会儿，街坊四邻没人敢惹，厉害。谁要惹他媳妇儿，他能骂一天。泼妇啊！讲理，问的你哑口无言，就这么能说。有一回是街坊是谁呀惹了嫂子了？好，嫂子打中午1点半，嗯，站在胡同里骂街，骂到凌晨2:40。好家伙，骂一圈多。哎呀，我说最后我说不像话，我说我劝劝吧。啊啊，人街坊没人敢出来了。是我赶紧说，我说嫂子，行了，可以了。差不多了啊，对对对，得了，睡觉去吧，睡觉去。晚了，这才算拉倒。可不吗？临走还跟人说呢。说什么？我可不是怕你们。是啊。啊，今儿就到这儿了。可以。要不是郭德纲喊我睡觉，咱没完。哎，有这么说话的吗？这话都说连宗了，知道吗？实话实说，我是很尊敬谦儿哥、谦儿嫂。那应该的。啊，有媒体采访的时候还问我了，嗯，你说说于谦有什么缺点啊？我们要写点东西。他要挑拨。我说你住口。怎么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是于老师没有毛病。呵，我还没毛病。对吧，没有缺点。完人。你要说有特点咱承认。特点。啊，但是毛病没有。你说拿他的毛病炒作去没有。哦，你看这。你看于谦有几个特点。啊，有特点是可以。第一，爱吃冰棍儿。哎，我这人贪凉。这是你们值得诋毁的地方吗？人吃冰棍儿你管得着吗？这怕什么呀，是吃的多，我们一次吃一根他、啊、能吃个30-50根。对。嗯。吃一盒啊，你管得着吗？愿意吃冰棍怎么了？多点怕什么呢？对不对？他、啊、这他的特点，哦，对吧？嗯，他还有一个特点，还有他爱喝蝌蚪。这哎，这您别乐，这是我们小时候一偏方啊，喝蝌蚪、嗯。现在没有了。我们小时候，嗯，北京啊，天津是一到夏天，胡同口摆一凳子，上面有一盆，对，一盆清水，里边河里捞了那个蝌蚪、蛤蟆秧子，啊，对，蛤蟆骨头，家大领着孩子喝去。嗯，5分钱一杯，1毛钱一杯，还得便宜。说那大凉嘛，大凉中医，我是不敢喝，我喝一杯我就吓死了，是吧？他是喜欢，我爱喝，一回最少一盆啊。哎，我给人捞的全喝了，吨吨吨吨吨，一大盆都喝了。哦，喝完高兴是吗？晃着脑袋啊，我找妈妈去了。
我把自个儿喝成蛤蟆秧子了是吗？这能是缺点吗？这也不叫事儿啊。还是的，他还有一个特点，爱吃剩饭啊。那这叫节俭。他爸剩着他吃没有问题，他妈剩着他吃没关系，他哥剩着他吃应该，他姐剩着他吃行。我说过他你们家就没个狗吗？也是。他愣了狗剩的也我吃啊？没听说过。喂狗啊？就是啊。那我吃什么啊？好嘛，我非吃剩的。就是这么个人啊。啊，这特点吗？嗯，还有一特点，洁癖啊，这爱干净，特别的干净，叫洁癖。过分了。洁癖俩字怎么解释？您说。洁，清洁的清，癖，癖好的好。我更乱了吗？这不是啊，还不如不解释呢。于老师清晨起来刷牙漱口，就这一套忙活下来最少3钟头。这么长时间？一般的妇女没他干净。我都干什么呀？早晨一睁眼先弄头皮屑啊。我都洁癖了还有这么些头皮屑呢？我都让头皮屑给埋起来了。好的 K 的眼屎啊，哟，我再给灯泡拆了一会儿。刷牙啊，刷40分钟，太爱干净。刷完之后呢，嗯 K 的牙结石。我一天刷40分钟牙还有牙结石呢。牙刷没毛，我干蹭啊，弄一棍儿跟嘴秃噜。哎，掏耳朵，啊，哎，不楞不楞不楞，好了好了好了，不楞不楞不楞，好了好。咦，我听见了。哎呦，以前堵死了和尚。完事之后，揪着鼻须，鼻子里那毛，鼻子这毛，他这个鼻子这毛长得长快，是吗？有2天就到这儿。哎，所以有时候于老师一思考就是，没听说过，谁这么思考啊这个。这揪这个啪，哎呀酸疼酸疼的揪啊，这、揪完这个挤胸口这粉刺，还有粉刺，哎呀，要这个不能挤了。怎么呢？这还没熟呢。那别挤了，等有白头的。是是，拿笔写字写啊，等你哟。哎，我跟他拿什么约会啊？拿一个这个牙签儿，踢指甲缝里的黑泥，太脏了这玩意儿。剃完之后哟，这手上又一猴子，怎么办？皮儿撕了，这闲的。这手上有扁平疣，哦，拿小剪子把它剪掉。哦，哎，有剪子呀？有啊。以后先剪鼻毛行不行？一算日子3个月了，嗯，今天该换裤衩了。3个月一换呢？把内裤脱下来啊，开柜门拿那条穿好了，这个还搁柜子里头。不洗啊？3月之后就干净了。好家伙，这自然风干。端起杯来饮而尽，这是渴了，喝一杯开塞露。那是喝的吗？这一天才正式开始，这算算完。就是这么一个爱干净的人。我小的时候可崇拜他了啊，哪儿都比我们强。哪儿强？包括那会儿搞对象的时候啊，谦儿哥在我们那儿外号叫情圣。我这模样能是情圣？他同时暗恋40多个女孩。那管什么？这都不知道，多厉害呀！要换我，我记不住，知道吗？我记得住。我也劝他，我说这么些个女孩，你得去追呀。是啊，老暗恋管什么用？没用。他说：“你看这些个照片，我不知道挑谁好啊，我来帮你。”你选这个，这个，这仨肯定不行。为什么呢？这仨是男的。哎，废话，那是不成。这个也不行。这个，这是孙悦的母亲。好家伙，不摘食。最后挑出一个来，这个好。这个女孩模样、相貌、气质、身材，1等1的人才。那就是她。这个女孩名字叫李逵。哦，女孩叫李逵啊？葵花的葵。那也是李逵啊。小名叫铁牛啊。啊，还是李逵吗？我说你去追她啊，哪怕不同意。我觉得也是个好事，也是省着惦记着，跟他说去，还真去了，是吗？葵葵呀，你听这称呼，葵葵呀，嗯，李逵可大气了，说什么呀？叫爷爷作甚？哎，好嘛，还是李逵。明天我们去看一个电影吧，看电影。爷爷不会看电影，不会啊。后天我们去吃个饭吧，嗯，爷爷不。什么词儿？我们去散步吧，嗯，我一斧子劈了你个鸟人。哎，这行了。我就别跟他再聊了。回来之后我说非常好，还好呢。这就说明他不是你的菜。呵，这叫不是我的。等你的菜来了，你就知道了。等着吧。过了些日子，他的菜来了。哎，我是点菜了，是吧？遇见嫂夫人了吗？哦，他那天是去参加一个 party。你瞧，我还有 party。他的初中同学给他搞了一个剩饭趴。哦。剩饭趴。对，全班40多同学，每人从家带一个剩饭。
哦，但是他不用带，我呢，哎，他负责吃，拿我当垃圾桶了。定的是中午12点聚会，就是午饭。他上午10点半还没起呢，起晚了。他妈就喊他快起吧，啊，太阳晒屁股了。是，他赶紧爬起来，哎，往屁股上抹点防晒霜。哎呵，我犯得上犯不上啊？我又晒了会儿 啊，这才起床。是，起来之后啊，头皮屑呀、牙结石啊、K 眼睫毛啊、弄这个呀、揪鼻须啊，都忙活完了吧？这还这一套吧。哎，完事最后喝了杯开塞露，这是必不可少。出门去。赴会，啊，走在街上，对面发现站着一个女孩，这女孩是嫂夫人，啊，就是我媳妇儿。那会儿还不认识了，这不是第一面吗？啊，这会儿就算是个姑娘吧。对，什么叫就算是姑娘？就是姑娘，就是个姑子。那会儿，姑子干嘛？姑娘，姑娘啊。嗯，四目相对，女孩愣住了，干嘛呀？哎，嗯，于谦。他认识我，我看过你说相声啊！哎呦，我太喜欢你了，这不缘分吗？于老师一看，是啊，女孩很漂亮，当时就兴奋了。是是是，你不能兴奋。我怎么不能兴奋？因为你肠胃不好。这跟肠胃有什么关系？他贪凉啊，一天到晚的。怎么了？你想吃冰棍喝蛤蟆秧子吃剩饭，这是全赶一块儿了。哟，这一兴奋，他这肠子就拧得横，拧得横，就跟神经性肠炎似的，就要闹。这东西一说闹，哟，当时就坏了，不行了，老了，去。哎呦！但是同志人还得忍着。那是那女孩啊，女孩，于老师好。呵，前儿跟人打招呼呢。我还哎，哎呀，我这声都提不起来了。女孩就迎过来了啊，前儿也往前走了2步。走吧，我俩腿都拉不开栓了嘛。四目相对，于老师说那几句话真大气。我还说呢，姑娘你好，相逢就是缘分啊，这么大的天地，只有我们遇见了。这不是上苍的恩赐吗？还跟人拽呢。有一个不情之请，您说吧，我能上你们家去拉个稀吗？哎呀，这太泄气了吧！这话，姑娘说荣幸啊，这荣幸啊，我们能跟您留一个联系方式吗？嗯，那会儿没有微信，哦，留一个电话、短信，就在这边跟我们来。是，后边就是女孩他们家，赶紧吧。于老跟着俩人走，嗯，进了女孩的家，姑娘打开了洗手间，快点。嗯，这干嘛呢？哟、哎，坏了。哎，什么呀？我们家声控灯坏了。哎呀，不在那儿了。谦儿说：“你躲开那儿。”哎，对，哎，一会儿弄你一身。嗯嗯嗯嗯嗯。进了洗手间，于老师拿手机照着亮啊，坐在马桶上，全身心的劲儿都搁在那儿啊，哭嚓！哎呀，啪！这什么声啊？灯就亮了。我把人家声控灯都治好了，就这灯泡，好家伙，啊、整个房顶子300多灯泡，厕所对，房顶子上300多个灯泡，是的，好家伙，就没拉过这么亮的屎，没有。仔细打量这个洗手间的装修啊，四面都是透明的大玻璃，卫生间呐，对，四面透明的玻璃，是的啊，什么设计？这个女孩就坐在门外边啊，拿手机给你发短信呢，联系呢，嗯，耶，行，打招呼了。于老师认识您很高兴哦，于老师给人回呢，我得联系，我也很开心哦，我特别喜欢看您的演出，嗯，有机会请你看现场，不用看现场，你现在让他进来多好呢，隔着玻璃聊什么呢？打厕所一会儿出来，于老师有点尴尬。那是，哎呀，太丢人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女孩说：“没事，没事，没事吗？”我也是没看过这个沉浸式拉屎的。哎呀，还捡好听的说呢。打这起，俩人越走越近，就好上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是莫错过姻缘呐。好话嘛。到后来，俩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结婚了。结婚之后，谦儿哥每天想的是怎么疼媳妇儿。应该的，媳妇儿想的是怎么照顾好自己的丈夫，这都互相情比金坚，非常好。嫂子还问我呢，啊，你天天跟他在一块儿，他爱吃什么呀？啊，我想下厨给他做点好吃的。你看要亲手，我说他爱吃什么呀？嗯，我这个蛤蟆秧子，嗯，冰棍剩饭，你说点好的行吗？哎，不是不是，就是人吃的东西，他能接受吗？我前面吃的都不是人饭，合着。不是，我这我没听说他吃什么人饭呢啊啊哦，他爱吃凉的，最近爱喝凉粉儿，还是凉的凉粉儿吗？啊，哆里哆嗦，颤颤巍巍，打成丝儿，打成条，是切点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砸点蒜，嗯，弄点小辣椒，醋蒜盐糖，是是啊，呼噜呼噜，他爱这个。哎，对，嫂子高兴了，嗯，买这个豌豆粉要做，调好之后，
做一锅水，嗯，水开了把它倒起来和拢匀了放到边上、啊、等这锅东西凝固了啊就可以切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醋蒜盐糖什么的、哎、这非常简单但是很遗憾这一锅并没有怎么凝固失败了可能有问题哦端起来倒到马桶里了没做成功又弄一锅嗯又不成又倒马桶里了哟连倒了三锅啊嫂子哭了怎么我太废物了哎呀我想给钱做点好吃的就做不成哇至于哭了钱儿怎么劝也不行啊那么伤心给我打电话你看嫂子哭没完、哦、我说我看看吧你劝进来吗去啊进门啊嫂子过来了、啊、嗯大手哎呀拍了吗您拍了哈就行、啊、行了好嘞 嗯, 嗯好回去吧回去吧、啊嗯、后来啊这个行了行了好您这还上下级的呢我就这么一说啊您各位就这么一听这一乐就过去出去千千万万别给人传这些事儿去啊也不用传了因为你像世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哎对吧、嗯、他就是可能有个85%嗯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全是假的我给他完善一下啊跟谦哥合作一晃有小半辈子是啊是很开心那、嗯、这说相声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对既是我们的爱好又是我们的工作哎这就是祖师爷恩典我们这是好你想去吧你说你说人家农民伯伯种地你说人真爱种地吗嗯纺织女工跟这纺织他真爱纺织吗嘿你待着不也得吃饭吗总得干点什么对如果你干的这个工作恰恰是你喜欢的、嗯、是你的兴趣所在那就是老天爷的恩典这是幸运啊这是祖师爷疼和我们啊我们一晃也干了这么长时间了其实真应该感谢观众是为什么观众是我们衣食父母就在这儿了嗯您的每一张票我们拿回去养家糊口对上有老下有小啊、嗯、这钱拿回来给我媳妇儿我给他媳妇儿嗯然后 我媳妇儿不用你给我媳妇儿我给嗯哎拿着吧谁跟你客气了哪儿就客气了不差这一回没听说过啊嗯这个今天来这儿参加演出的演员您各位也都熟悉啊啊把他们叫出来咱们一块聊几句啊哎再见面哎您各位也都认识我再介绍一下啊、哎、都我徒弟打那边开始啊这个烧饼哎对曹鹤阳孔云龙张九来靳鹤兰朱鹤松主持人是我师弟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一般来说啊到了这个环节的时候有的观众说我喜欢张三喜欢李四啊愿意再听他表演一个小不点儿的小节目今天也是如此啊您各位有什么要求吗哦有要吃烧饼的哈嗯烧饼快来吧你看北展2700人有一个人说喜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感谢谢谢回来我最近学了一个舞蹈啊我的天哪那时候您站住了我不站住了伤着我怎么办对对对对对对旁边得有一人要不然小不了一点哦哦那、哎、学了一个新舞蹈啊、嗯、上次给那个秦霄贤表演来着哦哦给傻子演过呀、啊、对我这于老师快来吧啊来那来啊米呀、啊、喵米呀、啊、喵啦啦啦啦啦谢谢哎演得不错以后别演了啊嗯挺好曹鹤阳怎么旁边就得有人呢这个、说是呢啊曹鹤阳过来来叔叔我一个人就别演了我们三个人一块儿给您演可以啊来吧来来吧来吧来吧来老金老朱来来来我们给大家演一个小节目啊，一个小节目，预备开始，咚咚咚咚锵，咚咚锵锵，咚咚咚咚锵锵，咚咚咚咚锵。我的名字靳鹤兰，我的名字朱鹤松，我的名字曹鹤阳，真棒！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咚咚咚锵锵，咚咚咚咚锵。端午佳节祭先贤。粽子有甜也有咸纪念屈原谁跳江
于谦。动动动动下，这个节目有您的参与啊，于老师啊，这我们四个给大家表演一节目。啊，来孔三啊，孔三啊，来快来。我给您跳个舞吧。是刚才那个吗？要是那个就不用了啊。感谢大家啊。我唱首歌吧。哎呦我的天哪，还不如跳个舞呢啊。你看您那么不看好。那来吧来吧，唱首歌。因为我跟我师父这么多年，师父都说我五音不全啊，就是唱歌唱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京剧其实唱的还是真的。好吧好吧好吧啊，唱一首歌啊，唱一个。那是于大爷的那个代表作，唱一个我比较拿手的一首歌吧。我站在烈烈风中，风太大了，我先回去。站住来，有没有那个像人一样的节目？是我准备了。哦，好，准备了一个魔术。哎呦，我的天，你看看，有点正经玩意儿啊。我需要那个四哥的帮忙，来快来！对，我们排练了三天。哎呦，你看有道具，你看见了？三天前我都没见着。鞠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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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当当当，里个儿啷的啷的当，当啷当里个儿当，啷当啷当啷啷啷里个儿里个儿当，当啷当里个儿当，当啷啷啷啷里个儿当，当啷当里个儿当，当啷里个儿里个儿当，当啷。你看这俩就不要脸劲儿，你看。当啷当里个儿当，啷啷里个儿当，当啷当里个儿当。我也得来这个。当啷当啷当里个儿当，当啷当。这高科技了啊！啷啷当里个儿当，大大大大。其实，在我们这儿，古彩戏法于老师是专家，他跟他爸爸他们不要这个啊。行嘞，往前站，各位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唱几句《大西厢》，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啊，哎，怎么就跑这么靠前？今天是啊，跟往常不一样了。次日清晨，辞别老高明啊。呼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等我上了伯龙马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走过三里桃花店啊，越过五里杏花营啊，前出美酒啊，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边边打马十里长亭啊，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